我真正是头壳歹去，才会甲曹凤合作。伊若真正甲我拣出来，我绝对予世界真歹看。这你放心啦，我会甲曹凤讲，绝对袂牵连着你啊。哪里？你去干嘛来的呀？给出你一条，阿丽的嘴，因为都抬起来啊。即马全国的媒体拢真关心曹凤的案件，前景。 嘛，就真顺嘞，要同意，嘛是遮尔简单啦。你想办法啦，予伊生出来啊，咱嘛会当伫外口甲解决啦。好，你要我解决曹凤，不管有偌困难，我一定做会到。啊，不过你要答应我，好好照顾你的身体，赶紧振作起来。我希望你过得好。 我无办法好啊，谁让我永远都是得袂到我想要爱的。我知影心情无好，你们若是我的朋友，嘛是我的恩人，在我上低潮的时阵，是你予我希望，我要重新振作起来。所以我一定会陪你解决这段时间。啊，不过，我嘛希望你莫阁执着伫刘清源身躯顶啊。 清源是我的人，爱我放弃，等于是叫我让王亚芳的，我唔敢，我做袂到。你为什么要安尼咧？你嘛真清楚刘清源的个性，就算伊倒来你身躯边，伊是为着别个利益，绝对唔是因为爱你，伊是不可能予伊幸福的。我唔敢像你这样，我不可能放弃清源。 我跟王亚芳做伙落地噶，我嘛不可能让王亚芳手沾清源。你安尼就好啊，你来真正关心我，你就去处理嘲讽，其他拢唔免管，尤其是清源的代志。杜成，你是你从啥？无你的代志，我过来。 你连阮爸嘛敢砍啊！我即阵是教你知影伦理，知影敬老尊贤。你这会记东西要创啥啦？我只是在阿伯去踅踅，看一个风景，眼光安尼麻烦我。查甫人敢做唔敢担当啊？你明明就是想要利用阮爸的威胁我。我哪有？你误会啊！别个定心啊！你明明就是甲将明月交给做伙，甲曹凤、甲亚芳一起查走。 你应该回去，一条拢走袂去。我听无你咧讲啥呢？你若是讲我甲曹凤有交界，拜托，我真正是做冤枉的。我是因爸爸的委任律师，当然该有我接受。我真敖闪避这人啊！哪里讲明月咧？敢讲曹正嘛委托你，甲张明月两个人伫后壁，避鬼避怪哈！ 你若是讲我甲明月，阮是朋友，啊，朋友见面开讲，麻烦我。开讲，恁两人明明就是伫参详要怎讲害，恁煞来搁要害啥啊？你安尼讲就是含血喷人啊！你有啥物证据讲害人？无彩你是读法律，有够无专业呢？参像你这款知法犯法的人，我搁好意思甲我讲法律，真正是泼你墙啊！哈。 安怎？唔敢拍？啊？你若拍落去，你就是现行犯，明月就是目击证人。安怎？拄则毋是上去拍？你拍我，来啊，我面对遮啦，做你拍啊？嗯嗯嗯嗯，你这老哥你敢拍我？无啦，我是你家己拍，拍免惊，我无甲你拍我歹势啊。啊，而且我。 安尼是你家己拍家己呢？你放弃我！你欺负老大人了！我搞怕啦！你莫胡白讲哦，我有动手呢！是嘞，是嘞，你叫啥？你他妈规日是跟我家人讲，你闪啊你！歹势，歹势，歹势。
翻天啦！你是超工的心嘛？哎、欸，你这小杂务，哈，你要甲我拍拢啊，规定全给人讲哦，你搁敢来干嘛？哎呦！陈陈，我老镜头尔，叫马哥，你你送来白金的，金的，金的，金的。对啦，有病人爱去看医生啊！爸，来来来，你要紧吗？啊，我不要紧的，但还要紧的是这，来来来，弄啊！啊，这老啊呢，这小查某，哈，和你摔着我物件，我流去啊！我你讲这哦，这是我前几天才进出来物件哦，这真宝贝哦。我看到你还摕去病院检验破哦！啊，这敢会是？是啊，是啊，哎，这水袂歹哦。这个臭的，这臭的呢，哪有摕这种物件来拍巴掌？像啊！真哪有足臭的啦？我为了这安尼，这两天超工食到清的，来来，你平缓，你平缓，真有够臭！来，你平缓，你干啥？你什么臭？来，你平缓嘞！哎呦！你想尴尬是真好，啊，不过你用这干嘛想超过？不会啦，你是你上班你想啥物件？我甲你慎重介绍者，即我今仔几工哦，三鼎全啊剩一鼎，一鼎全啊剩只半罐尔呢。这哦是草药啦，我是讲这个火气大要哦，要互伊饮一下，咱就惊啊无胆，这恶人无胆啊，做到无彩，这臭妖啊！出一嘴啊！哪只猫目睭无看？啊，你着大主大义，啊叫人来装什么隔音？你是瞧过伊啊？无啊。啊，厝内隔音遐尼歹，伫个房间讲话较大声，客厅也拢听有啊。搁再讲，做隔音是大家早就参详好的代志，你这嘛要怪我、哦？我知影你感觉袂合，也毋过你对台妈哦，莫做到这尔超过啦。我是倒位咧超过？我是无好食，是无好啉，我连吴瑞伊拢请来安尼。即马阮兜无人咧哄抬阮爸妈，你敢知影？我拢已经做到安尼，你搁无满意？还是讲你妈又要甲你讲啥？妈是无甲我讲啥啦，我知影恁两个袂合，我先提醒你。妈即马目睭无阿多看，我无免叫你一定爱家己照顾。咁个上基本的友好爱有啊，啊平常时哦爱问伊是毋是有穿好烧，敢袂寒，啊是毋是有食饱，啊敢袂枵，就安尼尔，足简单诶。你系我对你妈较好诶，会用诶啊，先叫伊卖食我。陈总，你要跟我拍啥？你莫和我后悔哦，跟你结婚啦！彤彤，我知影你吼，你大家新妇哦关系唔是真好，啊，不过伊安怎讲嘛是你的大家呢，是你的时代，你讲话吼啊存杂，免安尼无礼貌。上叫伊一开始对我无客气，自我住入来王家，伊就毋捌予我好面色看呢。彤彤，你毋捌听过哦？家和万事兴，家吵万事穷。你甲恁大家哦，两个感情若无好，哪咧见面，卡伫咧你甲恁大家中，安尼歹做人。啊，若歹做人哦，你婚姻是要哪久长啦？吴蕊。呀，我才离开厝内无偌久，你十年来讲你一点仔拢无退步呢。我也是为你好啦，才要甲你讲啦，希望吼我的话你会当听入。我知呀，多谢你的关心，我会看书办事啦。好啊，时间无早，我已经替你叫车伫咧楼骹等你啊，紧回去啦。好啦，我才有交互你啊吼。嗯。目睭看无就较安分呢，上好即阵啊，拢莫搁来惹我。
足嘴大的。宝瑞啊，你给我倒一杯仔水好不好？宝瑞啊，人呢？我今日无迄个心情啦。我知影，你妈即马目睭受伤，你也较操烦。我操烦的哦，唔那是这尔啦。啊，你甲阮妈哦，啊，大家拢在冤家，我妈三不五时就打电话去骂伊，叫我赶紧回来厝的。我做工过已经足无用啊，搁要处理这有诶无诶，我真正挡袂掉。好嘛，我知影我的个性是有较娇蛮，我嘛无介你妈对我的态度啊。啊，不过我真正已经有足拍拼在跟你妈磨合啊。敢有？当然嘛有啊。顶边大楼火警，你妈昏倒嘛是我送伊去病院的。这摆你妈目睭受伤，我阁特别请吴瑞伊来甲讲，安尼阁无够有心哦。啊，是讲啊，我妈为你隔离完了后。那常常拢在出意外受伤啊，我真足烦恼的呢。迄是因为妈只敢拢想要找我的麻烦，才会颠倒去害着伊家己啊。啊，是讲你认为是我挑工害妈受伤的？我唔是迄个意思啦，我是讲哦，你敢袂当为着我啊脾气哦小改者、小忍者啦。我妈哦，啊伊。有迄个嘴，无迄个心啦。啊，无定着过一阵啊，伊气消，伊就接受你啊啦。我嘛是为着你，才偷偷咧改我的脾气。那安尼，你是不是嘛会当为着我，搁变一个囡仔？你想看卖哦？卡斯囡仔若是出事，爸妈的心思就伫囡仔的身上，安尼出来纠纷就会较少，你压力嘛袂遐尼大。也毋过，进前你有心的时阵哦，因的态度嘛是大种硬啊。你不是说他有那个嘴没那个心，等他们抱着孙孩子用奶音叫阿公阿妈的时候，他们就算是铁石心肠也会融化，对吧？给建明，可是没电啊！